哎呀，那我就把爷爷带出去玩下个。要得的，这我爷爷从小就老实本分，又不粗重啊，又不滑溜啊，你把带出去就多担待下呢。爷爷，妈妈给你交代的了，可外寻个不难花俺的钱呢。最重要的是，往俺早还回来，不到外寻过夜啊。知道了。阿姨，你先去啊。好。珊珊，这整时间了，我们回去啦。没得车了啦。求你啦！哎呀，把我带你那位置来玩，车子都没得。跟客房去了。这肯定不行啦！我妈说我不能到外面过夜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在外面开过房。像熬的连五点走回去的话，天都亮了。不开房到这外面冻死了，开两间房，一人一间。这肯定不行啦，俺一个人不怕的吧？你就开一间房。你还不信邪？这说出去了，刚刚听到了，好不好？名声都坏了。我开过标间呢，有两个窗，我跟俩劝你搞开电视不睡，好不？去跟他搓衣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房已经开好了，这是两位的身份证，谢谢啊。好多钱？不要钱，送你 VIP 套房。我不是会员。那确实不是会员，但这位女士是会员。那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做活动，集满10000份呢，送一个总统套房。这位女士呢，已经集满了10000份，已经成为我们的超级 VIP 了。不是说从来没来过宾馆的啦？是白云。